哎呦，我打野差距，真的差距。哎呀，这打野差距了，这怎么了？要是，打野差距有点那呢啊，这男本命他妈都还赢不到啊，小菜鸡。哎呀，哪里来的小菜鸡？盲僧无伤。你放，哎呀，不放打野。你看打野差距，哎，你不会打野，你给我打野吧，真的。玩的又菜，嘴还碎，讲到你，你说你玩的菜了也就算了，你聊天会聊一点。 就说这话，跟个大喇叭，一直搁这叫着，不在这叫啥，一点杀伤力没有。我再伤害你一次，好吧？我再伤害你一次，今天赢了，我给你个大的。你信他？行姐，你看着这把，我点你来是杀人的，我管你怎么抢，我管你 K 谁呢？K 他的也好，K 我的也好。好，还信他是吧？给他两把吧。盲僧难道？这把我直接抄他十个。 好好，你这样子，我他妈的，我今天第一次跟旭贝来打，这样子，这他妈的以后我不要面子的吗？我群里面一点地位都没了。呵呵，我他一这个人太恶心人了呀！这个傻杯一直在K他。你是傻杯？别狗叫！你也K他的呀？谁呢？你也K他的呀？打不过还骂人呢？打不过还骂人怎么？他平儿名不是叫傻杯吗？哦哦，对不起。 你看到没有，周周姐，你家陪玩素质多差呀！看到没有？忘了你是个细狗了，虚啊！忘了你是个比较虚的细狗。这人就剩嘴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他就剩嘴了。就你嘴，我就希望这一把呢，这把你嘴有多厉害，你杀的有多厉害，好吧？他怎么配吗？拿出英雄都没有，你看我这把把人马给他一搬，哼！ 人马一般当场去世。会玩不起了，搬人英雄。哎姐，你不用搬他人马。就要搬。人马是单纯不是因为你厉害搬，是太菜了，怕你坑队友，等把你人马搬了，免得你坑队友。不知道是哪位大爷中了作业，一直被抓养了个爹啊！啊，完中路一直在这送，一直给那瞎子送人头。上把我是SVP，不好意思，上把我是SVP。某些人玩个打野7.0的 KD， 你也拿一个能 K 他头的，我们只看我跟龟龟最后只看人头比分，好吗？就人头对，那你说我咱们比的是人头，你看我他妈的输了，我给龟龟转账，我心里不舒服呀，家里他妈开印钞机的有矿啊。 这样子，我看他有个弹幕说，现在这个嘴脸哪有什么大主播的气质，兄弟，人家在这边阴阳怪气的，我不说你们说，我嘴笨，别说话了，被压力了，我一说你就是我这个嘴脸，你好圣母啊，蒋大力啊，人家说你，你们说我就算了，他是个狗逼，他是个勾巴呀，他说我，他凭什么说我啊？说我必须得说他。 就好比说路上有个人是骂了你，你还笑一下，哎，你遇到这种人，你还跟他？你看我上一把我都没怎么骂他，他一直在这边狗叫，怎么？要点脸，有点。请问大主播的气质是什么？在说主播也不是大主播，怎么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只是在直播而已，怎么？我不想打AD了，太他妈难受了，我去打辅助。我不说你，我不说你说我嘴笨，被天天被压力，我一说是我这个气什么气质，我啥气质？这人在这卖他老板。我告诉你，这一把能不能赢？我他妈我一个老板。他嘴多碎，我上把都没怎么跟他互动，他一他妈一会儿我死了，一会儿我三连投没炸好。 他不是嘴贱吗？蒋大力，我不知道我上一把干嘛了，我第一我也没骂他，对吧？哎，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啊！你心里还有？我不能让看到我的兄弟们受压力，我为什么一直要拿好赢的英雄？我就是怕输了，大家看我直播被压力了。上把本命英雄都没有那么随便啊！我很得说他，我发现你真的是手。 手不硬腿硬，就我连我这把我他妈的我不管龟龟，我他妈也去跟着你好吧，我给你当狗。老板你放心，我希望你给我把面子给找回来。没问题，老板你放心，我拿单刀去。徐贝就跟捏是个蚂蚁一样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。对，捏蚂蚁，捏蚂蚁好哎，捏蚂蚁好，太好了。嗯，对，这把玩上蜘蛛了，会玩不？ 那就拿出我的男刀了。这要求你能玩明白吗？玩不明白。
最菜英雄。玩不明白这英雄吗？玩不明白。你这种垃圾水平玩这种高难度英雄，高难度你别在这儿渡人瞎眼了，好吧？哎呀，难道是高难度英雄？太吓人了，也多吓人。就你这种白银黄金水平，你拉倒吧。你是啥水平？你是什么水平啊？你玩这英雄，你别丢人现眼了。你是什么水平？留点脸好吗？你上把死个14。你本命英雄你都打不赢，你凭什么自信你这个英雄能打得赢啊？你凭什么啊？凭你菜吧？一会儿看人头不就完了吗？一会儿看人头不就完事了吗？嗯，行。打他这种玩意儿，那么说你也没打他这种蝼蚁。他这种蝼蚁就只配被我踩在脚下蹂躏，好吗？然后上把输了。对呀，我希望这把你说到做到，把他踩在脚下蹂躏，好吧？嗯，然后他上把输了。太好了，让我把上把的场子给找回来，面子给找回来，不要把我的面子当个鞋垫子踩脚下，让他们。嗯，对，然后还有群里发的，然后上把就是你的朋友拿的本命英雄打的战绩。嗯，这把你直接把他老板踩在脚下。蜘蛛都玩上了，蜘蛛好黑头。我希望是这样子的，而不是他们把我的面子当鞋垫子踩脚下。好凶凶啊！对，他要把我打成像蚂蚁了。我看了抖音个视频，一个人打那个说打那个外面，要说打的跟蚂蚁一样，结果被反打了，打在地上哭，相当于应该就是那种嘴比较嘴臭，然后没啥实力的。你说的不会是你自己吧？你别拿你以前的真实案例来这恶心人一样。你第一把怎么输了呀？喂，第一把你怎么输了？你 K 个人头就算你赢了吗？哎，我第一把让你赢一把怎么了？哦，让嘴吃真硬，哎呀，行，让你赢一把，你现在不得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吗？你大刀 K 我头，你要脸吗？啊，你一个残障，你大刀 K 我头，我们比人头，他凭什么？怎么比人头？我大招不拿头，兄弟，姐。我大招不拿头。有点逼数，你 K 了多少个头啊？去下路 K 两个，中路又 K 两个。然后又放大招 K 老板头，啊，还 K 人家一个路人队友的头 ，K 了多少个呀？你那人头一半都是 K 的，你哪来的脸在这叫呀？哎呦哎呦，你没磕头是不是？你都是自己拿的是不是？你看一眼就是你的头，别人拿了就是磕是不是啊？你进去把所有人先看一眼，五个人你们标记，这把五个人你们都不准杀，都是我的，好吧？不是你成年了吗？这老板不会是你妈吧？哇，怎么说话一说话一股教育的气息啊！啊，这不这不是在教育你吗？好大儿啊！不是在教育你吗？这把他这一把，我告诉你，小心他这把 K 你头，你他妈中路去吃他线。嗯，吃我线。我吃我线。一个头二十个兵，你吃他，他 K 你一个头，你吃他二十个兵。哎，要死了！K 头。B F B。你这种人，他这把 K 不了我一个头，我操！我让他跟我玩游戏，来慢慢玩，我看你能玩成什么样。你别一会儿对线又是三分钟不到，让人给单杀了吧？对，我上把被单杀了吗，姐？我都不记得了，我上把被小瓦单杀了吗？好像没有吧？我也不记得了。我好像是，我好像记得是盲僧来抓我反杀了，反杀了个小法。不玩的英雄吗？单刀带香味猛冲的呀！哇，什么游戏理解呀？这不会，我操！我之前不好意思，我这里给你道个歉，之前说你是白金，是我冒犯了。现在看来你连白金都不如。嗯，哇，零游戏理解。藏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嗯。难道应该带什么呢？要么你下把给我玩把难道我学一下呗？我这人喜欢虚心接受。啊，会吗？这种英雄他会吗？英雄你符文不会点 TJP 都不会用吗？你一件符文都不会吗？哇，不会真这么残疾吧，哥们儿？刀尖指掌，他就剩嘴了，姐，太吓人了。加油！那你就剩啥？加油！那你这是啥也不是。我希望你只剩人头。我就剩嘴了，那你什么都没要。我希望你只剩人头。我感到苦。这俩货把我面子。当水箭子按脚下踩，我很不开心。自爆打假，对面打野打红的，不跟你打。我帮你多打两下，好吧？我走了，我不帮他打。开始玩恶心人的了是吧？帮打野都不帮了。你的心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我是怎么玩个难道让永恩给压线了呀？你会
挥霍完的英雄啊。你没话说了吧，小毛驴。小心瞎子烦你一血好简单呀，一不小心就拿一个一血 K 的，这头是不是 K 的哥们儿？来，你不就打说话你嘛，你遇到个对线个对呀、啊、我对我把我被永恩压 了,、哦、人机了，我被永恩压了呀，讲道理对线了个在对线个人机选手装什么逼啊。哦，你对线人机打野为什么拿不了头啊？嗯，我 K 的这个头，我 K 的。你下班来打野，我看你打有多厉害呗。好啊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。我看你打有多厉害呗，你打、哎、你玩打野不需要刷野呗。对面被我一个风骑男刀单杀了，我吓人。你打个人机选手，你在装什么呀？我不靠。嗯。人机选手。我就运气好，永恩去了，永恩去了。你看，轻轻松松，真的是。这你们在干够吧？好好学。就这样继续保持，就这样继续保持，别送。我告诉你，杀了给他送了。好好学，我看好好学。看见没？一打二，你能学会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哎呦，哎呀，你好厉害呀、啊！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只差一个头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那总共就才五个头，对不对？真的是，别着急，继续保持，就这样子继续保持。你能做到吗，哥们儿？你一打二，你能做到吗？哎呦，怎么这么厉害哟？不会以为对象个人机选手，觉得自己行了吧？我就觉得他行。我没说他是人机啊，是你在说他是人机啊，我可没说。就被人又给打了归坐台下吗？一打二都不敢吗？哎呦你一打五去算了哟，你他妈多杀点人呢、哦、我这不是一打二已经杀了吗？就一打二双杀了吗？他在干什么呢？我操、我让你一打五啊，一打二那一打二有什么用啊？一打五啊，小哥弟小兄弟，你一打五啊，小兄弟然后退下，他已经死了。干嘛呀，盲僧？你又没有眼了，你干嘛还追呀、啊，盲僧？啊？还能追呀、啊？哪有杀人了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别急啊姐，四分钟四个，我还没到六呢，江大力他打野就是这个好，他可以去七大陆抢头的，好吗？哎，那没办法，那我们那打野没先放呀，对不对？怎么这么多结果、啊？打不过就是问，不过我们把这个塔皮吃了，翻墙。怎么理由这么多呀？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呀，这虚心接受不就完了吗？啊？怎么嘴这么硬啊？我没有蓝，我没有蓝。打不过咱就说打不过的事儿，不要嘴硬啊！我倒是，这我他妈还没到六，那我们没蓝吗？你要收吗？你要收吗？收我可以卖一波。我直播继续过来杀他们。还没到六啊！姐，你快跑！我不蜘蛛这么好拿不掉了，蹭个助攻 ，nice， 看见没？六杠零，他怎么一去下路就拿两个头、啊？还差两个苍神啦！这点水平吗，兄弟？我六分钟六个头啊！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老板已经输了五个头的钱了。徐飞给我，哎呦，徐飞杀上来了啊！你这真。都杀上来，都给我全部拿个头。好的姐，你放心，我刚升六级呢，刚升六，这个对面已经给我越塔单杀了。不就是越塔单杀了吗？你别吹牛逼了好吗？别吹牛逼了。啥别吹牛逼啊？你打个草稿好不好？你这水平你能越塔单杀人家？你拉倒吧。有
不知道你为什么嘴这么硬，你先赢了这局再说好吧，朝着你的公司靠近 啊, 啊！今天给我干破产！你看看，你看看面板呀，到底是谁在嘴硬、啊？你看现在多少岁呀？他这五十个干啊！我六个人头啊，这是我六个人头，他只有两个人头啊，到底是谁在嘴硬啊？那真的，咱不行去看看眼睛啊，眼睛照着五十个对呀、啊，你不今天要赢我一把，赢我五十个吗？你这才哪到哪啊？但我抢不过他，前面的。你这才哪到哪、啊？不好意思，又杀一个。真的是，你看，哎、还这不又来一个吗？哎呀，还想 K 头都 K 不上。杀人书都拿了。哎呀，真菜呀、啊、，K 头都 K 不上啊！你看，这不就简简单单、轻轻松松，这就超神了。坏了呀，兄弟们！他们还有手蜘蛛，我操！你的人，我试不了了。上一把让你们给嚣张的嘚瑟了。徐飞，哎呀，我他妈把他头给我追上来，嗓子又疼。他妈还有手蜘蛛，我操！两个来蜘蛛给他翻了。徐飞有点虚了，徐飞有点虚了，不讲话了。不会是虚了吧，哥们儿？不行，肾虚。你就想办法借点钱，让你老板给你卖辆车子，给你买点肾虚药呗。不慎呀，来来给你看看什么叫越塔杀人，这才叫越塔杀人。嗯，懂了吗？别给他蜘蛛搬了，操他丫的、给我杀人、徐飞。我走不掉了，又走不掉了。别急，我等一下拿个五杀就好了，别急兄弟们。又是在这中午坐月子，什么事不干？是怎么玩个男刀连游走都不会啊，哥们儿？玩个男刀连游走都不会吗？不能让对面点了呀，对面点了就不好翻盘了呀。嗨，对面点了，说明我这个打野实力太强，敌我双方打野差距，你知道不就？上一把让你们给嘚瑟的。啊！哎呀，我操！哎，你杀怎么还有闪呀？我服了。完了完了，难道要收这个头了？我不想上。不是哥们儿，你为什么只会抓那些被我已经打烂的人去收人头啊？能不有点自己的本事啊？拿出自己的本领。双杀。嗯。这下路太好抓了，一来下就拿两个，一来下来拿两个，多舒服啊！怪不得好拿头啊。那他们下路也是抓烂了好吗？被打烂了好吗？那不是已经被我抓烂了吗？怪不得下路好拿头啊！我也来下，在哪里？就只会学我，只会模仿。完了，他发现了发家致富的秘籍了。不是，你就只会模仿我吗，哥们儿？你有点自己的游戏思路，游戏理解好不好呀？嗯哼，你是狗吗？你不会跟狗一样只会模仿别人吧？你才是狗，你是狗，拿几个人头就这么逼逼、啊、你这才赢多少钱，这才拿到哪，这不比你赶不上你爹一钱格拉逼逼奶奶，不知道逼逼奶奶什么个劲儿，溜了啊，这就溜了，打不过吧，打语文都打不过吧，前期不好去，他这个打野前期不好去，嗯，飞地血长剑，别慌，没事，只要对面不投我肯定可以翻盘，因为他现在只他收割不了，女警想大刀大我呢呀，哎，好死，你在中路打好死，哎呀，盲僧干得好啊，盲僧就这么干，哎呀，拿这么多头你也打不了两个呀，简单的啊，连大招双招都不需要交吗？不用啊，能不能给点压力啊，给不了啊，一点压力给不了，那个这么菜呀、啊、杀了，哎呀，只会捡我剩下的吧，你就只会捡我打剩下的吗，啊，哎，完了，徐飞怎么还差四个呀，你带着你老板的心态都崩了呀，徐飞啊，老板现在都崩了，完了，龟要换顾培了呀！啊！哎呀，盲僧不来吗？这盲僧，我操！这种菜鸡对，菜鸡，你多拿一点啊！多拿一点头。当，收了。
长剑来一发。我操，跑有点快，我追不上了。完了，一个减速。我来，加纳利，这种粗活交给我就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死了呀？人被杀掉死了，看我干死！喂，你嘴边，你他妈都吃不下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姐。哎，我他妈，我操！哎呀，姐，等我呀，这种粗活都能我的。哎呀，坚决不能给你。主要是女枪的英雄。哦哦，快快快，再冲个！啊，弄死了，还差两个呢，给我加油！哎，随便拿，他拿不了了。我机动性比他高，想哪里？完了，我他妈被气的。我机动性比他高的。这波被你。我学会了，下路才是发家致富的，我也来下。他他妈一直来下路捡人头，我靠，我也来下。看见没？是谁在下路捡人头啊？哎呀，捡人头谁不会啊？捡哪里？赶紧控龙啊！你个打野会不会玩？控点龙啊！啊！我没控龙吗？这你眼瞎吗？那风龙是谁控的呀？你赶紧控龙啊！人家都打龙了，你在干嘛呢？啊！不会打野让我打野，好吧？会不会打野？你配吗？啊！你是什么角色？啊？你配吗？我是什么角色？你怎么又死了呀？又死了啊！老想越塔，你怎么又死了呀？哎呦，好嘚瑟哟！好嘚瑟！哎呦，又死了！你一死我就拿头喽！带着我差点也死了。不是你每次都只会带钱，多少个头了？超！潮不是很简单吗，姐？我这英雄说这拿出来就是。继续硬啊！来，继续硬啊！能不能行啊？别送啊！别送啊！别送啊！周周，你不要不行啊！我操，差一点。这不是浪着你们吗？怕你们输的，怕你输的太难看。你别让着我，让你的陪我把我干不惨。巨短。别让着我，让你的陪我把我难道前面没办法拿不了头？那你这准备卖房还是准备卖车？车房一起卖。哎呀，只要他有这个能力，我一起卖，好吧？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他是卖房卖车一起卖了，分你一套房，好吧？别急。随随便便。哎，这武器大师怎么干到高地去了？这武器大师。会捡头，什么都不会。我也去捡了，你别去下路捡头啊！你怎么老去下路？你别来下，真的是。你怎么老？你怎么老去下路捡人头啊？我也去捡了。到底是谁在下路捡人头？别去捡啊，那么老捡人头啊，等我呀。你看到没有姐，他去你，你怎么老去下路送头啊？给你姐增加压力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好送啊，我跟你说特别送。哎呀，完了又要杀两个。哎呀，完了，你的陪我怎么办呢？你看完你这都没收得掉啊。不是我大招差一秒，我大招差那么一秒。没大招你约什么塔吗？没大招你约什么塔？不是我这个英雄，我这个英雄他大招有 CD 的，三秒钟就差那一秒，好了那就死了。没有大招你约什么塔吗？你自己看不见你大招的 CD 吗？翻墙，十五分钟不行，我得给对面。等我呢。嗯，哎呀，下路捡下路捡习惯了，老想越塔没杀掉吧？啊，你以为你是男刀啊？你有翻墙？你有翻墙吗？没翻墙吗？我给你翻个看一下。哎呀，又拿一个！哎，操，又死一个！哎呀，节奏坏了吧？哎，连死好几波，再死一次，哥们儿，来再死一次，再死一次。这还硬不？那是兄弟，这还硬。再死一次。哎呀，走！哎呀，真菜！哎呀，死好，死！啊，死！哎呀，漂亮！哎呀！我这不也杀了一个吗？你这狗叫什么呀？我没有狗叫呀，你先叫的呀，田道理，你先狗叫的呀。怎么光辉学生说话呀？怎么光辉学生说话呢？你快点，你就这几波，就说你这个陪我真的除了嘴硬，手势太软。怨的，哎呀，这他妈三个头，哎呀，这他妈的刚开始节奏坏了呀！你一个打野的一死，他就说这话就是，哎，接下来该我了。
你他妈你有什么用、啊、这有点配啊，八杠零开局。好，我来杀呗。他的英雄就是到后面一直抢人头的。对，我到后面。我把沙鲁已经抓崩了，他就一直去舔人。对，我到后面拿不了头了。我连 E 都不想给他交一个就。哎呀，除了会舔人头还会什么呀？你除了会叫还会干啥呀？去搜哥，去搜哥，等他们打完。操、哦、你大爷！我盲僧，我发现最近玩盲僧的为什么都喜欢出全输出呢？啊，我得杀他了。好猛啊，全输出的盲僧。哎，这盲僧有好克我。旁边有个沙子。我去下路捡人头喽！在下路刚才捡了好几波，我再继续捡。怎么？就只会捡人头了吗？哥们再送一点，哥们再送一点，增加点游戏难度啊！哥们再送一点、啊，不然等下对面点投降了。我刚才都已经。你输的也不少呀。对，我刚才死了，我刚才送了一次，我怕对面点投降，啊、我给对面送一个。你也送一个呗，啊？那我也是怕对面点投降，我也去送了几个。对你送，多送几个。我这都是归属您的，你那叫送吗？你那明明就是硬实力不如人家，被人家打崩了就说你送。哎呦，他人呢？啊，被人家打崩了。哎，我他妈的，我操！哎呦，好肥啊，这胖子。哎，这叫巧合器，你能抢得过吗？啊，你自己的技术能抢得过？能跑吧？我跑不掉。完了，你这个士兵管都不管、啊、你直接翻墙走呀？啊，你老板你都不管了，直接把你老板给卖了？你看人家路人队友，你别看着人家卖不卖呀、啊？你看着你妈你头呀，你失头了，姐妹。十五个。我跟你姐妹不是来比人头的，你姐妹是来不来聊天的，送钱的，对，送钱，你姐妹都不急，我有大招呀，我溜了，你他妈在野区逛街呢呀，喊你过来，你姐妹一点不急啊，说白了，看出来了，一点不带着急的。我他妈喊你过来搜头，你在下路哐哐吃塔咋的，那个塔450比个人头伤吗？翻墙啊，哎哥们儿，给你打个红啊，帮你打了去抓人啊，你会来看我们，你他妈的连红 buff 都抢呀，这里有两个，下路两个，你都让我了我还不拿吗？我肯定得拿一下呀，除了会抢经济还会干什么呀？啊！你他妈怎么原地掉？你说，完了完了，我看人死了，姐。哎哎哎！不想讲话。哎，我又死了。我溜了。哎，怎么只会跑呀？你就只会跑吗？啊！哎呀，我溜了。就只会跑吗？我超你几个了？才四个呀！抢这么多人头，打两到三个你都打不过吗？嗯、啊！你遇到人就只会跑，不是？嗯。你不会尾了吧，哥们儿？哪有你会玩呀、啊？前小龙八杠零开局，玩个11-6，别人还不知道以为你是演的呢。你是演的吧，哥们儿？八杠零开局，一个头拿不到，啊？我是你，我早就杀穿了，啊？那你咋不杀穿？那你咋没杀穿呢？你别演你姐，你怎么老演你姐呢？你快点，你快点把那四个人头给追回来好吗？啊！我这波刷完野区补完装备，我直接过来就猛猛杀他了。你快点把你这个人头四个人头给补回来好吗？好，不想就猛猛杀他了。这盲僧好克我，一个大加 Q 我就没了。快点收人头。别送了行不行啊，打不过就打不过呗，一过所以说躲到后边看我操，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，快点放，我来救你我来救你我来给你挡子弹，我来救你我来救你好吗，
我来救你，我来替你死了。对对对，我来替你死。哎，你怎么保护你老板的呀，钱大力？你保护你老板是不是就是来拿来送人头的？你把他头搜了就行了，好吗？我没技能呀，老板，我没技能。我技能没技能好，我杀不掉。你从家里面跑过来的，你从家里面跑过来的，你技能被你吃了呀？不是我过来叫，我过来帮你的时候把赶路把技能给用了呀。你技能，你技能，你从家里面跑过来，你他妈技能被你吃了呀！闪现也有啊。开局八杠零，现在十一杠七。你干嘛吃的呀？他们等一下抢回来就行了。你拿头抢。你抢不回来，连输两把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翻墙。别急。嗯。哎呀。你看人家不慌不忙的说别急，领先四个头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输了四个头，你他妈你跟我说别急。给你啊，放这给你。别急，别急，四个头才哪到哪啊？给我赢他二十个。主要都是这操他妈的，这他妈的嚣张的呀！这狗杯一直在拼头啊，一直在捡人头啊！喊你几波来打团，我说这个头能收了，你他妈在下路那波塔很香吗？主要是狗杯一直在收人头啊，我害怕被他抢人头，我这次没去，他爸一直在那抢。哎呦我操！抢他的呀！会玩会玩会玩。啊都没打过，打个人均纹你都打不过，打不过呀，我好菜呀、啊！但是我人头领先了，没办法。别他妈用嘴打游戏好吗？就我太菜了，真的。这个瞎子走不掉。哎呀，好脚法！哎，他给我好脚法，好脚法！妈妈，这一脚！这波他必死。哎，这宇文他妈的这么菜就给我杀了。嗯。伤害好高啊，感觉买个提亚马特吧。你买啥都没用，哥们儿，你买啥都没用。人家领先你七个头了，别买啥都没用了，好吗？聊天呢，哥们儿来聊天了。你在说这话之前，你先打开面板看看你的。见到这么硬的，怎硬的？哥们儿，等一下我死了，继续跟我互动啊。啊，好不好？对，可以吗？找话题。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先打开面板看看人头比数。八杠零开局，十一杠七，你这十几分钟你在干什么？哎呦，我操！被他一个大几波呀，喊你来打团。就过去了。你看他说他这英雄移速太快了，姐，这狗背他妈的，咋的？是龟龟，一直在那捡。是龟龟给你，是龟龟给你转账了，你故意演我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怎么给他转？我可瞧不起这样的人。这狗背太能抢了，这狗背，他一直在 K 头啊，这狗背。你让的呀，你让的好呀。说白了，我又拿到一个。这狗背一直在那捡人头 ，K 人头。啊，人家捡人头，你咋不捡呢？啊，你差了人家八个了呢。哦，杀一个，那也差七个。我来了。那我不捡呢？啊！我在这一个打四个。我这个没看啊！这他妈的，你就只会捡人头是吗？啊！你就只会捡人头是吗？我在一个打四个，你会干啥呢？你只会在这捡人头。啊！又去捡，哎，还捡不到，可能还要死。嗯，死不掉，不好意思。这么菜呀！不想去，不想去，不想去。哪有你菜呀，蒋大力？这死人都死了，嘴还是硬的，看到没有？哎、人还在泉水里面画、哎、画这么密，蒋大力。我靠，确实是人死了，嘴还是硬的。说的就是你啊，嘴好硬啊。总比你个在唯唯诺诺躲到后边等着拿人头子抢吧？啊！我溜了。能不能有点自尊心啊，哥们儿，都这么说你了，你能不能拿出靠自己的本事拿个头啊？我超你七个了。啊、人家咋的不是靠本事靠运气呗？那你也靠运气呗、啊、我都没拿头的，我都在等你。你这品味是真不行。我等等你吧。那你还有地方打包，你能拿个头吗？当拉了一个头上来，这他妈又差了七个。我等等你吧。是的，你别来来。说实话。玩的牛你等我，你是神咋又你等我呀？我等等你，我等等你。哎，七个头啦！你这人头保持的差距真他妈好，永远保持在七个。排，排，七个头。能不能追回来呀、啊？又他妈回家小龙。追回来了。回什么家呀，小龙？
我最不得回家买把这小鞭打不动他们的。哎呀，打小龙不要啊，龙一条不动，小龙他回家。啊，你会不会打呀？人都抢不到，你他妈会不会打野呀？啊！我这波必须得回家买装备啊，姐。你他妈三倍的装备吗？人家三条龙了，买他就是出来捡人头。人家三条龙了，我溜了。咋的了？你来呀、啊？姐，你是来赢游戏的吧？不是来比人头的吧？那个周周姐，啊，没事啊。嗯。这是在聊天呢，周周姐。哎呦，又杀了一个！喊你上去杀人，你他妈在野区逛街啊？不是，哥们儿，别点投降啊！别玩不起呀、啊，哥们儿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投降了？我们点的，你有病啊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投降了呀？又杀、啊，你有病啊！上路投的。哥们儿，你别点投降呀、啊！我操！上路点的。上路发起的，这不是有一票赞成吗？啊，不会你玩不起了，点投降了吧？啊？哎呀，太好拿了呀！又是单杀，区别在一直在抢我人头，又抢你人头，我最少超他十个。我人在上路拿的，他在泉水，我抢他头。他一直在抢人头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俩去 K 他的头，好吗？你要么挂个号吧，江德利。啊。啊。别急，溜了。小心他后面有人，别他妈搜不掉，搜不掉还要送了。哎呀，这都拿不到，哎呀，放个大呀，急了，放跟他放个大给他杀了呀，姐，这都拿不到呀。后面三个，才超十个，才超十个，等的力度不够大。这边，这他妈的后面还一个，后面还一个。别在这捡了，哥们儿！想砍，想捡，你想抢头，你想抢头！别逛街这里！我来了，姐！哎，我来了，姐！哎，你他妈的，你狗吧你是啊！一见到人头，他妈的就止不住了，是吗？急了，急了！你他妈能不能行呀？啊！急了，急了，开始骂脏话了，小毛驴。谁起了？也不知道是谁起了。我急了，这他妈的，这个头！哎呀，我准备给他 K 掉的。哎呦，又拿两个。干梅姐，我在这一直输出，我在这扛着他打的伤害，他他妈就只会过来捡人头。那没办法呀，你不会抢啊。啊。就专门选的这种抢人头的英雄。蜘蛛不抢头。啊，蜘蛛也抢头啊！对啊，蜘蛛也是个 K 头的呀。有点本事了吗？急了，这就急了。两个头，一个都没 K 得到你。这就急了，你别急啊！这哪到哪就急了。黑切来一个。哎呀！快点，不会拿，还差十四个好吗？你他妈差了十四个头了好吗？就。你把你按一下 top 键，你按一下那个键，打开面板看一看你人头差了多少个。翻墙。随便干他。但凡他不是一直指挥在这捡人头，他是个屁呀、啊！他是什么东西啊？在这狗叫。那他妈的，他在。我捡两把头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捡了，你 bug 他吗？我。这是你的推盘呀，你别压力我呀，姐。不压力你，压力谁呀？啊，这话说的，咋的？我们自己打。这边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，少点几个呀？啊，咋的呀？那行，你认识他吗？还给你面子，凭什么给？我都单杀的呀，姐。不乐意呀？我都单杀的呀，我啥时候剪头的呀？啊，我单杀的呀，没办法。你不是前期捡的几个啊？我打烂的人的人头，你现在能起来吗？你也去 啊，那下路都打烂了，你为什么不来接着打？你怎么跑野区逛街？哎呦操呀，很烦。不会打不过吧？不会打不过吧？不会。